今天的入室典礼啊，怀着无比崇敬跟追怀的心情来到忠烈祠，参与今年秋季烈士入室的庄严典礼。今天入室的烈士谢志雄先生，自民国101年起任职台中市政府消防局，担任救助教官，传授救灾的职能，并参与105年台南赈灾、107年花莲赈灾及108年台中溺水等重大灾害抢救工作，冒险患难无所不惧，公诸卓著，不可胜数。108年10月3日执行台中市大雅区铁皮建筑工厂的火灾侵入，涉嫌深入火场，积极搜寻火点，以防止灾情扩大。因厂房内堆积大量易燃原料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，造成坍塌，不幸殉职。台北市政府鉴于谢烈士牺牲奉献之英勇事迹，堪为后辈之典范，特于109年秋季将其入室台北市忠烈祠，永为后世敬仰。感谢各位贵宾莅临雨季，也再度对历年入室的烈士致上万分的敬意。最后，敬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大家。